扬长避短，杨紫很聪明，非常懂得扬长避短。她自知并不是美艳型的女星，所以杨紫接的角色都很讨喜，也很符合她自身的甜美可爱的气质。杨紫从不炒作，认可自己的演技，对自身实力非常有信心，相信只要踏踏实实演戏，拿出好的作品，就可以被观众所认可。所以杨紫从不靠话题绯闻来炒作自己，是一个很干净的女明星，活泼开朗。杨紫本身性格活泼开朗，是一个很阳光很正能量的女孩子，而且她真实不做作，该吃吃该闹闹，从不端明星架子。所以杨紫的忠实铁粉有很多，因为杨紫本身很招人喜欢，所以她拍的角色自然而然会受大众的喜欢。杨紫的朋友很多，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就连一向对演员要求严厉的杨天真也说最喜欢的女性演员之一就是杨紫，演技在线。杨紫是童星出道，多年的演员积累经验使得杨紫的演技炸裂，每一次出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但都能对每个角色的刻画入木三分，让观众有很好的代入感，并且每一次的出演都在突破自己，不断的挑战高难度。尤其是她的哭戏，何炅曾说杨紫的哭戏特别厉害，能一秒入戏，一步步的努力。在娱乐圈同龄小花里，杨紫的演技确实是比较上乘的。在纵观杨紫这些年在演艺圈的发展，确实特别顺，热播剧不断，人气可是越来越高乎。童星出道的杨紫，其演技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是一步一步的磨练中成长的。童年时期出演多一些的是童真乐趣，但到成年后还是要多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杨紫也很注重自己的人物设定，本身长相上也比较讨喜，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就不奇怪了。